该骚扰替换一号，请回复，请回复，这里是指挥中心，你这里的信号一直不清晰，你这里出现了什么情况？指挥中心，我是教授曾经，昨天凌晨实验体的进化程度超出我们的预期，因为操作失误导致编号2046号实验体的收容措施失效，完全不受我们的控制，大家都遇难了，他还破坏了岛上信号塔的供电设备，我正在逃离实验室。不可以，请立刻回到实验室，把实验室的基因体拿到再离开。可是实验室里有实验体啊，教授，实验体只不过是一条蜈蚣而已，他现在的个头比我还大，如果你现在不回去，想想你的家人还有孩子吧。教授，请把基因体带回来。你现在白白的呀，好像你说好多遍蜈蚣蜈蚣，说这些东西吓死人的呀，你没啥东西吧，蜈蚣总把大块蜈蚣被看到嘛，说这些东西吓死了呀，赔钱一定要不赔钱，还有你跟我道歉，我为什么要跟你道歉吗？你看菜是熟的，虫子就是生的，你摆明就是敲诈吗？你啊敲诈，你说哪敲诈，老子一会儿晕你们连头都怎么怎么了？哎，老板你看看，一些东西老子没归西了，一死了，你们赔得起吗？他自己放的。喂，你是老板吗？你自己看这啥东西？哎，你放手机了你？不要遇到这样，以后怎么当老妈啊你啊？哎，老板，你自己看你这什么祖宗啊？怎么说话的？干嘛的？对不起，妈，我不是说你啊。又是你们牛脾气惹的吧？你都老大不小的人了，怎么就这么不会讲呢？遇到什么事儿忍一忍，凡事不要只看表面，多思考。好了，妈，我知道了。你找我有什么事？你老了快不行了。医生说，如果找不到能匹配的肝脏，坚持不了多久了。你也知道啊，他一直盼着你能成家。如果你想要和贝贝结婚，这两天有空就带他一起来看看吧。好了，妈，我知道了。嘿，干嘛呢？发呆啊？我有事和你说。什么事儿啊？我打算这周末我打算带你去见姥姥。这周末？能不能下周啊？怎么了？真忘了假忘了，这周末我生日啊，
奇怪。妹妹，我就知道你忘了。哎，你也知道，杜吉祥和我同一天生日。这次呢，他们打算在他们家岛上给我俩办个生日聚会，晴晴也去，所以你要不要一起去啊？可是姥姥，一天，我保证，结束之后我们马上就去看姥姥，行不行？行不行？不去。啊？不去。你不去就不去，那么凶干嘛？贝贝，那你说，那个岛在哪里？你又不去，问那么多干嘛？起开。什么家里小岛？鬼知道上面藏些什么。还有，他为什么帮你办生日会？我看就是那些富家子弟炫富撩妹的套路罢了。说什么呢？哎，来了。先生您好，请问您有什么需要吗？小姐姐，我刚刚舌头被烫到了，帮我吹吹好吗？我吹你妈！哥，你是在想贝贝吧？这都好几天了，电话也打不通，不会换号了吧？你也别多想，身为跟你穿过同一条内裤的兄弟，那撬了你媳妇就等于撬了我媳妇，我必须帮你除这个恶气。但是，要想生活过得去，身上总得带点。你说这警备还跑到公海上来开炮？以为我找不到了吗？不可能。但是，哎，他和那男的，你要不再了解清楚点？我现在只想要带他回去见老婆，其他的已经不重要了。没错，见咱老婆的事儿最重要。哎，到了。嗯，是啊。别，我去，什么破岛啊！手机都没信号。红哥，你有没有信号？开个热点。生日派对，这不是淫乱派对吗？你说贝贝怎么能跟这帮人在一块呢？哎，这个事儿必须听我，咱们就这么定。一会儿按计划行事，好好整整他们。你等等，你看，贝贝好像不在里面。干嘛？
我准备了个惊喜。什么惊喜啊？神神秘秘的，给我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你跑过来干嘛？我能杀了你一个人在哪儿？你怎么那么好奇呢？你把我的小宝贝玩坏了。怎么可能坏呀？什么小宝贝？给我吧，下次在你家我就很想要它了。上次不止一次了，轻点摸，别把它摸坏了。这怎么可能摸坏啊？哎呦，我的小宝贝，还抱我，那你给我捏吧，你信不信？怎么弄？你这样是不行的，必须好好整整它。今天你过生日，它就属于你了。真的吗？嗯。谢谢。别老这么捧着啊！你看，这是小少爷他们年轻人的聚会，是吧？所以啊，你也要放松一点，对吧？我呢得找个地方去休息一下，是吧？这几天啊，我都没睡好。昨天晚上我都吃了安眠药，还是没睡着。啊，现在倒真是有点困了啊！哎，你先忙着啊。那你快去吧。哎。谢谢你们啊，今天来参加贝贝的生日。不要客气嘛。但现在女主角还没好呢，你们继续吃，继续喝，嗨起来，不嗨不许睡。小董，一起喝。不能，不能。小董，你怎么不喝啊？我不喝。哎，不过还有。来，干杯。好臭啊！死了。咦，宝贝，你干嘛？我不知道，我要上厕所。哎，你快点啊！恶心死了！哎，不管他，不管他，我们先来看一下蛋糕吧。什么？好恶心！老关，拿走。我说翔哥，你这是被人恶搞，还是你要恶搞我们呀？你们有钱人可真会玩啊！一定是他搞的鬼。小霞，抓住他，站住，别跑，等一下。
我看你脑子进水，我抢你女朋友，根本搞不清状况。我就想，贝贝怎么会喜欢你这种傻子？你不用再掩饰了，我都看见了。我今天就是来找你的，放了这个胖子，有种难挑啊，我都接着。小哥，不能放！妈的，我连肠子都快拉出来了。清醒，想走，没门！你想怎么样？我想怎么样？你们想怎么样？把他俩关起来，我都快拉脱水了。大山，什么声音？发生什么事了？你们干了什么？信不信我弄死你们？冤枉人啊！我们俩在这，我们能干什么？还有，我不信你能弄死。不能相信他们的话啊！说不定这就是他们计划的一部分。对。反正你们俩嫌疑最大，不可能放你们走。我们去后山看看。老关，带上。哎，好了，少爷，走。让开。你小子胆真疼。你是不是又乱给人下药了？这都什么药？哎，给我讲讲。哇！我的天哪，这是什么地方？进去看看不就知道了。我不去，我怕胆小。你们俩先进去。你怎么不先进去？老关，电他！谁敢动我？就只让他放下电棍，我能打脸。好浓的血腥味儿！你不信你试试。哎，等会儿我。快点！你怕我死也得保护你呢。快点，大山。太专业了。别进来！吓我一大跳，真是。傻傻。出事了！赶快走，赶快走！哎，等一下，我们不能见死不救。你有病吧？怎么都死了！别怕，小伙子，你看，这里发生什么事了？没事了，我们带你出去。没有，没事了，没有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谁呀，红哥？起来！外边的人是不是都他弄死的呀？红哥，你离他远点儿，一会儿给你也弄死了。老王，你闭嘴！啥事儿啊？这是，快走！等会儿我。哎呀，不行，哎，太吓人了，强哥。我跟你说，这件事儿肯定跟他俩有关系。放屁！跟我俩能有什么关系？我告诉你，你看你身躯那个样，我告诉你，今天晚上肯定有血光之灾。你别吵了！什么你？报警！报警！赶紧报警！我相信警察来了，可以为我俩证明我俩的清白。警察？东海会有警察？反正你俩嫌疑大，不可能放你们走。把他们俩绑起来！哎哎哎！好，放开我！我去！放开！放开我！走！我去！老实点。我说
走。你这岛上怎么还有这么个地方呀？我说启阳哥，本想高高兴兴的在这个岛上度个假呢，没想到遇到这种事情，真扫兴。别抱怨了，我也不想这种事情发生啊。怎么？哎，你们俩守在这里啊。等一下，小夏，等一下。发生什么事儿了？那么大的爆炸声！你都会死了，快不来了！你不都摔了？好了，跑不掉，摔了摔了。他可能受惊了，精神有点问题。啊！你在说什么？我怎么都听不懂啊！谁啊？啊，对了，那个土鳖来了，还带了个二货。我想刚才的爆炸声可能跟他们有关系。不是，是于克红来了吗？就是他，搞得老子肠子都快拉出来。还在你的生日蛋糕上插了个鳄鱼头。什么情况啊？现在？啊，早就跟你说过他不是好人。我现在去找他。哎，贝贝，贝贝，哎，贝贝，贝贝，怎么在这？你说里面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死那么多人。哎，起来，你们俩守着啊，不要让人进去。对，好。哎，贝贝，小心一点。哎，干嘛？嘘，带你看点好东西。这荒郊野岭的。什么好东西？看看好东西，往往心事急。啥是吧？啊，我知道了，你是喜欢 cosplay 吗？你想扮演变大妖怪的美猴王吗？说，你的定海神针藏在什么地方？啊！干嘛？我听到什么声音了？哪有声音啊？我去看看。哎，大山，你就把我一个人扔在这里啊？哎。什么麻烦小鬼？你敢把俺解开我？别说话，你解开我，咱俩单挑，老实点嘴。于克红，克红，发生什么事儿了？你愣着干嘛？还不快帮忙！这不是绿茶吗？什么风把你吹到我们这穷人待的地儿了？你说什么呢？怎么的？自己做了还不敢认呢，你要不要过来摸摸我的大宝贝儿啊？你不要诬陷人啊！你他妈有病吗？你不是自己都看见了吗？谁诬陷他了？你他妈才有病吧！你他妈跟我来真的，你想怎么样啊？干嘛呢？关你什么事啊？哎，柯红，你干什么？你疯了？干什么？你怎么不问你干什么？我干什么了？这真是莫名其妙的。你来了为什么不告诉我？还是想象告诉我，我才想象想象，都已经站到这么亲密了吗？我都已经看见了。见你这么爱慕虚荣，就去找那个小白脸就好了。你说什么呢？谁爱慕虚荣了？我够了，别再装了。你凶什么呢？啊！你知不知道贝贝为了和你在一起受了多少委屈？你知不知道他？琴琴，不要说了。雨克红，原来我在你心里就是这样的位置是吗？好，我们走。别理他，就是个白痴。是不是误会他？我都看见了，他有错吗？看见了又能怎么样？你别忘了，现在最重要的是带他回去见他老婆。你这个人呐，有时候就是太冲动。哎呀，
山，你在哪儿呢？大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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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又拉肚子了！大山，你在干嘛？大山，啊，有什么？我拉到了一半，就看到他，小蜈蚣。你神经病啊！一条小蜈蚣有什么可怕的？一点兴致都没有了，走了。宝贝，你走。走了，别打了，别打了。关大哥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快有怪物，有怪物！发生什么事了？小贾呢？你别乱跑！发生什么事了？小贾呢？小贾让怪物给吃了。慌什么？哪来的怪物？跑吧！这是他们自找，跟咱们有什么关系？我得去看看。等我。怎么突然都消失了？贝贝是不是遇到什么危险了？玩的挺野呀，撒欢了都。哎，走，天快亮了，去山里找找。跑慢点儿。你哪那么多废话？你要不要命了？自己出去，别当别人走。跟谁呢？哎，闹，贝贝呢？为什么没有跟你们在一起？贝贝，快关门！贝
开门！你没事吧？太气死了！怎么只有你们两个？红哥呢？红还在后面。快关门！不可以，不能关！你们两个要是敢把我兄弟锁在外边，别等那条大蜈蚣，我现在就弄死你们！必须的，我没准备好呢。滚！快去救救他！红哥，快点！是吧？我没事。别过去！别过去！救命啊！给他救完，现在他俩在这搂搂抱抱啊！你自己看吧。就是啊，要不是为了参加你的什么鬼派对，谁会到这个岛上来？对呀、啊。好了，别吵了，没看见吗？外边现在有怪物过来，我们在这吵有意思吗？啊，有意思吗？至少，这里是很安全的。只要等到我家人来，我们就能安全离开了。还有，以后我们各走各的。你也不要攀关系。你有联系上你家人吗？连你都没联系上，这样一来，还有谁会来岛上救我们？如果我们在这里困十天半个月，我们吃什么？到时候真想逃，有力气逃吗？不会的，过两天一定会有人来。就算有人来，能来多少人？你确定这些人能把我们救出去吗？别说救我们，上岛后发现这只怪物，他们也不见得能躲得掉。还有，这个破门能够撑多久？那只怪物随时可能会冲进来。待在屋里的我们，对他来说都算粮食罐头。等到他真的冲进来了，我们都没有机会活命。说了一大堆，你要说什么？我打算出去搏一搏。你神经病吧你！要去你自己去啊，没人陪你去。你要死自己去死。我记得都是如此。只要能逃到那里，或许就能跟外界联系。要不要跟我走？可是，哎，我跟你说啊，要去你们两个人自己去，别到时候回来，我绝对不给你开门的。你闭嘴吧，没有人问你意见。贝贝，不许去。想想我，外面太危险，你要出事，我怎么跟叔叔阿姨交代？柯红，我知道你决定了，不用说，老王，我们走了。柯红，等一下。贝贝，你留在这儿吧。我和他们一起走。你带不带你去？死了，不行，外面那条蜈蚣有多危险，我们不是不知道，不能出去送死啊！我们大家能不能暂时先留在这儿？别担心了，我不会有事的。不行，我不能让你出事。哎，贝贝，柯红，我求求你，大家先暂时留在这儿，我们再一起想想其他解决办法，好不好？我求求你了，柯红，好不好？我们不能坐以待毙。那我跟你们一起去。贝贝，不许去。干嘛？放开我就不放。不许去。想象，不用说了，我们走吧。柯红，你知道外面有多危险吗？贝贝，柯红，
红哥，等等我。我去！好，来了，还好。他怎么又来了？快走了。你有逃出去的办法，那为什么不跟大家说呢？因为这个办法只能出去两个人。小少爷啊，原来有一辆报废的水磨，我呢就悄悄地把它修好，就停在那边的浅滩上。我们两个只要能够跑过去，就能开着它出去求救。那我不明白，那为什么不和小少爷说呢？哎呀，这的情况你也看到了，刚才那只怪追着那些人跑过去了。还不知道会怎么样，咱们留在这儿就是死路一条啊！如果我告诉大家，只能做两个人，是吗？那么谁先出去呢？肯定会争起来的。我们两个就是打工的，肯定会被留下来的。他们当中不管谁先出去，哪怕是小少爷，你觉得会管我们俩的死活吗？小少爷，小少爷他不会吧？知人知面不知心呐、啊！我们两个要是跑出去，肯定是会去求救，对吧？可是他们呢？啊，不管是谁，会管其他人的死活吗？啊，自己的命运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。小童啊，你孩子才两个月大吧？你要是出了什么事情，让弟妹一个人怎么办呢？大哥，那你打算怎么做？好，坏人呢就由我来当，事后他们要怪，都怪我一个人就行了。会不会太多呀？哎呀，一点都不多。喂，你们俩在干嘛？小少爷，那是我安眠药。老关，你们少爷，老关你，对不起，小童，我也不知道小少爷会突然出来呀、啊，是不是？这样，咱们把小少爷藏在这里，这样就比较安全，就有时间等我们回来救他了，是不是？轻一点啊！哎，小心！咱们出去以后啊，一切照计划进行啊。小心！
哎，水，喝水。再给我点。你在干嘛？我不怕火，这个灭火枪或许能派上用场。有硫磺粉，应该是绑着燃来驱蛇的。罐子里还有汽油，用它将步调紧实。再进就平，只要点上火。我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要告诉你，你先听哪个？好消息呢？好消息是这船没问题，能开。那坏消息呢？坏消息是没有油了。啊？没油了？猛了吧！哎呦我去！童哥，玩啥呢？快过来帮忙！
龙哥，终于弄死他了啊！嗯。啊。你怎么了？可能是刚才受伤了。快，慢点。哎呦我去，见红了，咋整老妹儿？坚持一下。你说我们是不是安全了？老子最恨别人叫我老东西了。刚才那只还要大，没事没事，只要那船加满油，咱们就得救了。可是我把剩下的油都用来杀死怪物了，都没了，怎么办啊？那还有个小船，但是只能坐我们三个人。那我们三个人走。什么？你在说什么？那贝贝怎么办？我叫他来，他自己不来的。那你就放任他不管了吗？那你就不管他了吗？有那个想想不就好了吗？你就是个混蛋！来来来，快坐下。你什么情况？你是怕你见不到你老婆最后一面吗？我是混蛋，我把他当亲人，他把我当什么了？我亲眼看见他对别的男人投怀送抱，我没有当场击穿他就已经仁至义尽了。你不想因为他连我姥姥最后一面都见不到，袁弘这个白痴！他们家和祥信家是世交，他们最多是姐弟。贝贝知道你一向对富二代有偏见，他怕你有压力，所以一直没敢告诉你家里的情况。你知不知道他跟你在一起受了多少委屈？他家里连对象都给他找好了，他下定决心就算跟家里人闹掰也要和你在一起。你呢？本来想趁这次生日告诉你他家里的情况，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，自私。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我想想你自己身上的问题吧。贝贝现在会在那里，很大原因是你造成的。不行，我要回去救贝贝。我陪你去。你留下来陪星星，顺便看一下还有什么办法可以离开。行吧。好。红哥，打不过就跑。保护他，告诉我，你说呀！哎，
装什么关系？跑了吗？你干嘛还要回来？你根本配不起贝贝，你是懦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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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贝贝。贝贝说话，贝贝，贝贝，我对不起你。早知道，我就不该离开你，你就不会。少爷，少爷。醒醒啊！哎，起来！啊！少爷，对不起，你还敢回来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有什么用？你在哪？我知道他们都去哪儿了。在哪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说啊！我醒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被药灌了，晕倒了，想回来看看有没有机会补救。但是，我回来的时候，看到那只大蜈蚣把他们围了起来，吐起了丝，全都打包带走。我在背后小心翼翼地跟着，发现大蜈蚣。他们全都偷回了实验室，而且那只蜈蚣超级大，我都没敢跟进去。少爷，我们应该怎么办？走，我们去救他们。干嘛？我们不能三个人一起去，目标太大了。那你想怎么样？我自己一个人去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喂，你去哪儿？不要管我！走，走。
走。等一下，哎，等一下，我发现实验室那边有好多蜈蚣蛋。对，我们得赶紧走。别担心，少爷已经有办法对付那条大蜈蚣了。跟我走，快！来，别小心。少爷，小香，我已经不找上了，等那怪物来。我就可以炸死他。不对，这四周都是炸药，如果遥控器我们都会被炸死的。杜继祥，你要干嘛？你疯了？我没疯，我父亲7年前在这里成立了天堂岛的计划，进行生物变异与基因研究。这个实验如果成功的话，肯定会为公司带来一笔你想象不到的财富。可是，没有想到在中途竟然发生了变异，这是唯一留下来的记忆体，我一定要带走它。而实验室的事情一定不能泄露出去，一定不能。所以，为了掩盖事实，就牺牲这么多条人命，这样值得吗？小香，你听我讲，你先不要冲动，啊，你听我讲。佩佩，对不起，我也不想这样。可是，这里是我父亲的心血，我不能放弃他，我就可以完成我父亲的心愿了。
贝贝，相信我，我一定可以的。贝贝，你别离开武功，还别走啊！小小，贝贝，小小，别打了！放开我！别打了，王红！千万要放心，千万要放心！别打了！放开我！放开！别打了！王红！千万要放心，早知道你那么麻烦，那就应该让大蜈蚣早就把你吃掉了！别打了！少爷！少爷，小董，我有个方法可以解决大怪物，你先带贝贝走。好。为什么让我自己走？我们要一起走，一起走好不好？贝贝，你听我说，我有方法的，你先走，没问题的。我不，可红，可红，我们一起走，我们往渔村那个方向走，说不定那个怪物不会追上我们的，好不好？贝贝，听我说，我不，现在赌的是我们的性命，不要，我们赌输了。赔的就是大家的性命啊！可我不想让你去送死，我不要，我不要。其实我想对你说，我知道我做事一直都很鲁莽，我让你受了很多委屈。没有。对不起，我不应该离开你。你要相信我，我不会有事的，我会去找你的。我相信你。从来没有觉得受苦过，可是我舍不得。可红，真的特别特别的爱你。贝贝，那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嗯，我愿意。现在是你的，
这辈子都是你的，我发誓，我会永远爱你。我知道。在公海上，手机信号不好。妈，姥姥还好吗？你帮我跟姥姥说一声，我是有带贝贝回家见她了。啊，我就是要跟你说这个事儿呢。昨晚上找到了能和姥姥劈腿上的肝脏，这个世界还是好心人多呀。哎呀，不和你唠叨了，赶紧带贝贝回来给姥姥看看。